最冷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兜里没钱。老板，一包向日葵的孩子。去一杯天上的水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怎么又是你啊，姐姐？吃颗我剥的瓜子仁，送你我这个大美人。可是吃瓜子会上火。你不爱我，让我更上火。我要回家，好痛。最冷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你养我的每一天。可是我兜里没钱。扫我二维码，我们一起变有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喝奶茶 Vamok， 你们可以简单的叫我 V 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炼奶。我第一次来广州漫展，我寻思不能简单的出个 cos 就完事儿了吧？最近啊，白鸡实业收入不佳，彻和 Coco 都被我打发去火锅店打工了，所以只能拖着我们局长来摆摊啦。那我们要去干什么呢？无期迷途展台这次啊，完成任务就可以有好多周边，我们先去薅一点周边，再去摆一个摊，一举两得是吗？对，没错，走。我先做法，然后举走人了，烦死了！白金实业上至本人，下至遛狗，欢迎来看看。哎，这位顾客，来来来，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。拿到所有的周边啦，去摆摊拯救白鸡失业吧！就是你的公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啊！哎呀，局长，人家都为了你这么努力了，你打听人家这么多秘密，总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吧？行吧，那要做什么？99，你买不了吃亏。真正的金餐，真正的闪货，买不买没关系，到摊头瞧一瞧，到摊头看一看。你这里卖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。买不了到那。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一喝提神醒脑，两喝永不疲劳，三喝长生不老，欧耶，生发味道好寂寥。有，生发味道好寂寥。本人下至遛狗，算了，我兜里可以没钱，我要回 NBCC。啊，你走。OK， 可以，快了。哎呦，谁打我？